大家好，对不起，中文不好，中韩过来的米雷。现在我在那里呢，我去台中的路上，我来清水休息站，很高级的休息站，好像这里有吃饭的地方，还有逛逛的地方。我要看看台湾休息站怎么样，好，走吧。好像飞机场哦。哦，对。哇，好漂亮啊！哇，这间休息站它有卖很多礼物，像这种礼物。是。对。可以有韩式热狗。热狗五十。哦，我肚子饿，我们吃午餐好不好？这个便利商店。对啊，韩国的休息站没有。我没看到那么漂亮的，而且感觉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心脏跳跳的感觉，你知道吗？在韩国也有名，台湾的这里休息站，这里清水休息站，所以有韩国人来台湾 taxi tour， 一定来这里。哇，鸡腿，哦，我想吃鸡腿，哇，炸鸡，啊，肚子饿，哇。这里看起来最高级的百货公司吗？为什么休息站那么高级呢？后面还有很多餐厅。好美哦，这么맛있겠다。哇，很美好不好？200？一道台湾不补，我偷了。肉。他现在那个防疫期间都有这个隔板，对不对？嗯。做的时候就那个会挡住。没事。他们在游泳，游 shark， 游 shark。啊，这里特别的是游泳，哦，好像台湾玩的地方，而且很凶哦。哇，这里小孩一定觉得好玩的。好恐怖哦，奇怪的人呢。哇，台湾是哪个？咸酥鸡。台湾是哪个？就是咸酥鸡。你要吃什么？现在这里的三楼有新的餐厅。这里是旧的。对，这里是旧。啊，现在三楼有那个日本美食天堂。日本美食天堂。对，那边有没有看到？有吗？啊，哇！日本美食天堂，我们去看看。这里太大了吧！我们今天吃的是，哦，不是吧？我要喝西瓜汁，西瓜汁一杯，中杯。这里狗可以进去吗？可以进来吗？可以啊，狗可以进来。狗可以进来？有啊，很多人带狗。我觉得真的台湾人爱狗，韩国人爱吃狗，安的一个可以。对，我发现这里很多菜单都有写韩文。对啊，因为在韩国很多这里，我网络上看到很多韩国人来这里玩，韩国人来这里觉得很冷。这边什么时开？我现在要点餐，我要吃拉面。拉面。只是看起来不好吃。算了。제가시킨건루스버러면이렇게먹는거예요짱이따다키마스我觉得在台湾루스的种类比较多한국국에서한국말인데한국은약간한층이층이렇게없고이렇게1층으로만있거든요1층에거의모든게모여있는데여기3층까지있어서깜짝놀랐어요그리고여기앞에테라스가있는데엄청이뻐요이따가봅시다근데여기가한국인들많이온다는데약간일본식당이렇게코너가있어서살짝놀랐어요한국은그다지그런게없고거의한식이되게많거든요그리고일본식당딱이렇게엄청크게지어놔서약간혼란이었어요근데좀대만식으로줬으면좋았을텐데그거지여기는台湾쪽台湾的 style 台湾쪽的 style
因为这个二楼是台湾自己的 style， 而且有那个外观被大学接配什么的，应该外国人觉得会来。为什么这个地方韩国有名？因为看起来特别。现在加了这个新的日本人，韩国人还会喜欢吗？不是，因为不是来日本啊。突然觉得，觉得日本现在超酷，不是台湾吗？可以觉得这样。你们有休息站会卖很多礼物的？是我没有那么认真看。这包了，等一下去刚刚这个，这里外面很漂亮，我现在吃。哇，这里外面好美哦！有海边，那里有椰子树，就是我们看到椰子树就觉得国外啊。我发现的是，台湾的休息站也没有咖啡厅，因为在韩国一定有咖啡厅，休息站。就是最重要的是咖啡厅，因为要喝咖啡啊。吃饭的地方就是吃饭的地方，那边坐着不吃饭的话会觉得打扰。那我可以去买外带咖啡，然后坐在那个吃饭的地方喝吗？一点奇怪吧，因为我们在台湾，可以啊，我们在台湾就是我们如果来休息站要喝咖啡，就是买咖啡去那边坐着休息啊。觉得不舒服吧，心里觉得啊，这里是吃饭的地方可以吗？还有呢，在台湾有很多公园，我觉得这里有很大的公园，这里超大，你看。对，我想到了，韩国的休息站好像没有这种。哦，没有。就是直接停车，然后直接就是买东西的地方，哦、没有那么大啦。逛逛的地方。对啊，为什么有这样有公园？好像真的这里真的休息站，为了休息的地方，真的。很像房间，我前腿突然发挥了，休息站那么大。你想按吗？为什么在休息站没有按摩？有人开车开很累，想按摩啊。你睡着了。怎么了？舒服吗？我看到奇怪的饮料，多利多。奥利多。我们以前那个小时候便利商店有，可是现在便利商店好像没有这种瓶子的。你觉得休息站可以按摩怎么样？超奇怪啊，因为在韩国按摩很少很少很少，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很害羞，因为那个经过的人都看到我按摩，所以我有点点害羞，然后我觉得按摩快时候再点睡着。我因为舌头很久，但是很快过了，而且我刚才派对了很多去按摩，你也是按摩，爸爸也按摩。真台湾休息站真好玩，因为我们在里面超过一个小时玩。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订阅。